就给我后面的可以吗？不是，那个给你的一个手。哦。是老人牌。我最黑呀、啊。你看呢、啊？嗯。这个我放，你看，它是 texture 好。你看我的脸呢、啊？我没有用什么的，我没有用 foundation 还是什么，老了吗？我哈哈哈，没有老。嗯。那你老了就是。我用这个，因为这个有这个是 cream 来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 cream 放在你的脸，它有 UV protection 的。是啊。嗯，你看呢、啊？你在那个上个店有没有上 block？ 啊，这个 sun block 它也是有 sun block 的。是啊。嗯。哎，刚好 sun block 差不多用完了，给我一罐看。我需要哪一罐？啊，哎，什么品牌？擦脸的啦。擦脸的。Every type of skin 都可以啊。来，你们看。你的。手这样摆，不要擦你的手，擦我的手。我擦你手，你的这摆啊，是个摩旋男，要是个摩旋男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我的手黑黑。我的 sales 讲，他讲什么？他讲 client 很多买啊，他们的 scar 巴洛男已经看不到了。你看，我在抢那个米上面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你放在 armpit 啊，你这里啊，你都可以哈。可以全部，这个是好像我后面就可以拿，因为我这边天生的哦。那个你要去，那个是 medical， 你要去 medical。不是，我做了，我要等你推荐师傅给我了。我左手高多的，左手。你啊，我去洗手间买的这个还可以吧？天生的，我给。如果你要看 ingredient， 里面都是 ingredient 的。啊，全部都是有。刚才你问什么那个选货啊？这个最好的，我就是很多人买。这些用什么？你是讲这个啊？下个礼拜。你是讲这个 ingredient 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 ingredient。你拿照片。还有这个 ingredient 的话呢，这个下个星期那个它的 conditioner 会出来，我们很多顾客买这些的。嗯。它不会用到油油哈，好像我们吃油的，会不会用到油油 ？OK 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Some of 我的 client 他讲啊，他的头发，通过，哦，通过啊。嗯 ，Some people 啦，他讲那个他们不喜欢 coconut 的 smell 嘛。这个是属于 direct sell 吗？不是啊。啊？这个是属于 direct sell 这样子的，不是？我们是 direct sell 这样子的。direct sell 啊 ，direct sell 的啊，不是 member 的。Whoever want to come and buy, 他一定买。第三啊，第三。呀，这个就是这个。嗯。他不是讲要进 member 这样子 member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工厂嘛。嗯。啊。工厂在哪里？我的工厂在后面，我有三个工厂，四个工厂。嗯。我有 cosmetic 的工厂，我有吃的工厂，还有我有那个注射车的那个工厂。嗯。不一定啊，我们自己做。Integrated 都可以。啊。要看哦。要不然还是得宣布。